我们哪也掉了，真的是双长剑一。 拉扯他！哎哎，我要送塔了，拜拜！你们杀不了我的，别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好吗？ 哎，我一扭，哎呦，好急，好气！哎，我他妈三，他妈的，真他妈傻逼，我这么打，上态度，上态度。 一并操，一并操，伤害认真了。这三狼我太大意了，我急了，主要他装备太好，他打的太快了，我就想提前拉过来，不然我来不及惩戒，你知道吧？搞得那个两个小狼把大狼挡住了，打太快了。他这个发育开局，我们也去打不过他。他有可能偷我们蓝 buff 吗？ 真敢来啊！没惩戒他还要想着吃啊！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把他个 F6 吧，他应该没，我算算，死一个的话 F6 被他刷了吧？没刷，刷了蛤蟆，蛤蟆加红 buff， 8个刀加个大狼，10个刀。 应该这波要去下野去了哈。螳螂在这，螳螂在上。嗯。他这个就是刚刷的吧？这刷野，这刷野路线我看不懂啊。他是没刷蛤蟆吗？上一波没有刷蛤蟆。 他没刷蛤蟆，那就刷的红 buff 加石头人了。那这路线我看不懂，等于说上一波是没有动蛤蟆的，直接去的上野区红 buff 加石头人，只能这么刷的呀，比较奇怪啊这路线。但是确实是这样子，比较奇怪。好，在我们 F6 刚反完 F6 了，要抓下了。 抓下或者是小龙，我操妈，搞这么吓人呢？跑啥跑啊？上路也是个水友啊，上路也是个水友
AD 也是有上下两个水友，这把我们三票打两票，路人是喷不了我的，兄弟们，我上下两个水友保镖。漂亮漂亮，打得好啊！小龙被偷了，但还好吧。放松，伙计。伤害不够，兄弟们，哎哎，真伤害不够，除非他交闪，除非交闪。我这不帮了水友一个大忙。三狼没有了的，怎么判断有没有呢？一过来看这个被动啊，一个 W， 好，没有刷新，说明三狼不在，没有打到，打到的话，这个纯爷们会刷新被动的。别干别干，好的好的，扭一扭，泡一泡。上路水友压力很大，十多人没闪没大，这波我必帮你，兄弟，等我一下，我刷个红酒来，我要去上，先帮上路这个兄弟缓解一下。麻烦不断。当我的水友，我必须让你玩得舒服。本来这波正常来说是从上往下刷，先锋我可以不要，我给他，我把这边下路提个款先。但上路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不忍心看他打得这么难受。没事兄弟，所以说我来了就很关键，帮你报仇。是不是？两个单杀。收了没大、啊、刚大我被我大招躲掉了。好，先锋收了没贴，没事，你们记住这个，随便玩，有我在，好吧，随便玩，不会出手。小龙三十秒，这条龙我们需要控了啊，不给的。
七级，我们九级，小心，应该要死。这不，我去上路帮上路的水友吃上一塔，先锋直接给他单吃。上去两组，这波他炉灯了，炉灯估计待会上线直接会撞鸟的，你们信不信？直接就撞。我最多先丢一个轮胎。好，提前放。这么装，这么装，欺负我兄弟。所有人没闪没了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故意哇！我天地可见，我真没有故意，兄弟们，这都看得见的，真没有故意的。水友啊，水友快走，不要想着杀杰斯。哇，好拉扯，可以。这波，不过还行，暗哈吃掉了，螳螂拿的我的人头。螳螂就不搞他了，还要带是吧？因为螳螂那个位置太空旷，我杀不了他。下路才是我水友，对，下路是我带的水友，上路也是个水友啊。开局就杀力哥了，那我必须要照顾一下他呀。绝望的一炮，下路的水友已经把对面打穿了，所以说不需要我，上路我就多帮一下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，撤一下撤一下，有点疼。这把我觉得得叶之风刃来一个，来一个比较稳，十欧人大招加妮蔻闪现开大啊！这个开团如果说没有叶之风刃，我们装备再好，控到就直接被秒杀，动不了。挠痒痒一样，开炮！
逃离，你开炮啊！瓦木刃，刚好木刃把杰斯救了，不然我大招把他砸死，他木刃那个无法选定了。他想打我，来啊来来来来来！喜欢秀一下，螳螂马上复活，螳螂小心，马上马上调整站位。十一级进化翼啊，加个速，今天送人吃份蛋糕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他妈你小子就是骗我，但是我就给就请你吃一个算了，明天还要吃，上次给你转过一个好吧，拿生人这种来骗我们这种好心人。下一件穿甲我看买啥、啊、全穿透吧，这一把觉得走运吗？请你吃个那个小面包店的吧，吃个馒头啊，这水友很强，难怪说想让我带他玩，他想懂吧，在兄弟面前展示一下自己，说不定他已经跟他同学说，让他同学在看我直播，然后打完这把游戏要跟他同学好好装上那么一装。祝你生日快乐啊，祝你福寿与天齐。四杀没连上啊，好可惜呀，好可惜。这一炮射空了呀，哎，我这一炮不该空的，这波我没打好，没打好。哇，可以啊，螳螂操作起来了，在这边吗？应该跑了，我觉得他好像走三郎了。170，好，这个装备待会就知道我的伤害了。哎呦，螳螂还秀起来了，我透，我控制不了自己了。
让我来，都让开，都让开。有人 A 了个汉照，螳螂。不用追了，追不到的。不要浪费自己时间啊！哦，操作操作！哎呦！靠！女警还是有操作的呀，我感觉。飞了。